他右下角是不是都没有检测？我叫一下啊！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。再次连麦，大家好，我胡儿大。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不要尖叫。这个游戏呢有麦克风的识别系统啊，就是我们不能在这个游戏里头发出尖叫，如果发出尖叫的话，这个游戏就要从头开始啊。那我们要探索一个森林这样子，然后中间会有一些跳沙。这里的话好像是要先设置一下麦克风啊，看一下。Before playing, don't scream. 啊，吓我一跳。Play the game the way we intended. 我头一次看到教学是这样子的，用一个视频来教我们。Speaking softly. 喂。大家看没看到我现在说话这个发红啊，发红说明就是属于是尖叫的音量就不可以啊，我们要把这个麦克风的这个音量去调一下，就正常说话的不要检测成尖叫啊。我要调一下，喂喂喂，这样子大家能听得清我的声音吗？我们就把这个音量调到这个范围，如果用正常音量说话的话，那这个一定是爆的啊，我们就只能怎么说话怎么说话。我们先挑战一下啊，能不能就是不要叫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游戏给通关了。但如果实在不行呢，我们最后可以作弊一下，可以把这个麦克风关掉，然后正常的结束。进来就用这个音量。好，18分钟倒计时开始了吗？游戏整体流程是18分钟啊。哦，我们在一个森林里头，有点卡呀。哎，等一下。我把右下角给关了啊，然后好像电脑有点带不动。好，继续探索，现在还是很安静的。这个女人为什么就死在这儿了？我听到了鸟叫，这很像是发生过什么事故一样啊。也不知道我们的设定啊，这游戏应该是没有剧情的，单纯的就是一种啊所谓的主播挑战游戏吧。这个音量应该是没有被检测到，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，对吧？就是有点难受啊，说话感觉有点不太自由，被带上了枷锁。我们要探索这个森林的话，也没有说咱一定要往哪儿走吧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它不是因为要探索十八分钟吗？很有可能啊，这个游戏在10分钟。15分钟的时候啊，就开始这个高能频频过来，就是挑战我的极限。这个中间过程呢，哎，又被那是饮料机吗？我们这游戏不能跑啊，只能慢慢的探索。这画质，你说好吗？也不算好啊，像是拿这个老旧摄像机在那看。不是，为什么这饮料柜在这儿？这还有电啊？为啥会有电呀？什么灵异事件？给我来个饮料，点不了，互动不了，这游戏都没有什么互动键的。哦，所以这里真是坠机了，怪不得刚才有很多尸体呢。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树上还掉了几个尸体。真惨呐，真惨！跟过来，我们继续探索。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来试看一下。好像是在右边。
一说一，咱们就是说可不可以不探索这个游戏，咱们可以原地在这待着，就等这个十五分钟过去吗？哎，那是机舱，我们去机舱看一眼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不对不对，好像旁边有人，旁边好像有人。马桶，啊，马桶，马桶，啊，我们就保持这个在。我尖叫了，我都咳嗽了一下 ，fuck， 我都咳嗽了一下，我就盯着这个画面，我待个14分钟过去就完事了吗？靠！啊，又要重新开始了，我还想重新设置一下这个游戏来着，兄弟们，我想重新设置一下这个游戏的麦克风来着，要不然刚才我都不算是在尖叫，就咳嗽一下，那都算。把声音再压低一点，压低一点点啊！好，我们去探索，要去找那个飞机，那个机舱，我要去看一下。我在想，一旦到了那个飞机那里，它就会到晚上，因为说话声音的很，因为我现在说话声音非常的小。所以我必须尽量的把这个词要清晰了念给大家，我怕你们听不清。哎呀，哎，前面这个是，这是一辆车。哎，飞机呢？它这个游戏每次重开的时候，是不是地图会不一样啊？这回怎么是一个车在这里了？这车里没有人，这车也坏了，要是可以开这个车跑了就好了。我们要去哪儿？不知道的，一直往前走吧。不对不对，这边越来越黑了，我想找一个有建筑的地方，或者是有交通工具的地方。我靠，天黑了，天黑了。我明白了，到十五分钟的时候一定会天黑。好吧，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有计时了，开始了。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如果我原地不动，左下角时间是停止的。所以我一定要走路。这个游戏真高吧，它根本就不是实时的计时。左下角你预计说它是一个时间，它不如说是一个记录你的步数，你走一步它走一秒，你们懂了吗？那刚才我们是4%啊，然后再往下调，我们最后调成最低2%开始。我们这次重新开了，哎，我现在说话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哎，它右下角是不是都没有检测？我叫一下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有检测到啊。好好好，我们这次啊正式挑战。我刚才说这个地图是随机来着，但是也还好吧，就这个女人还是在这儿的，那可能地图是固定的。我们能蹲下吗？我们看不清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啊，死很惨。那这个方向往右边走的话，我记得没错应该是飞机。哎，我们就在飞机那边转悠吧。好，再次回到机舱。哎，那有声音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Shit， 这什么 ？No， 怎么了？好，这是录音吧？飞机坠机了吗？Fuck！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个女人在那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种高能？会有回头杀呀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游戏，它让你探索这个森林。它不只是随着这个时间推移，可能有东西会吓你，它有一些啊这个事件去互动了，啊也会有功能，所以我们的目的其实可能是要探索那个惊吓点。那我说白了，我原地画圈啊，我就这么低头，我就这么走，我走到我走完这十八分钟也可以，但是那样太无聊了，不是吗？对吧？走，找那个飞机。去挑战一下那个女鬼，这回我如果就碰那个录音，啊，听完回头，哎，我咬住我的嘴唇，我就，哎，不出声，就完事儿了。就我看到什么是东西，我就想想，它这个是不是一个惊吓事件？它要是，咱们就咬住咱们的嘴唇，一憋就完事儿了，对吧？那长痛不如短痛。那我一叫了，就又要重新开始了。那我啥时候能通关啊？对吧？喂喂，啊，我不知道他现在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。右下角现在没有波纹啊，他应该是能听到我的声音的。毕竟我现在也不能试，不敢太大声讲话。哦，他能检测到我的声音。我们继续，我怕我不小心按到了那个闭麦键了。这游戏就是说，那个刚才那是女鬼吧，应该是不会被她杀的，她只是吓吓我，然后她就跑了那种。只要完成这个左下角的十八分钟，这游戏就算通关。我现在是随时咬着自己的嘴巴，抱着自己的下巴，以防万一他突然出来。其实这游戏啊，只要不解说啊，我们一直闭着嘴，很简单。就是你要一般说话，那咱们直播，咱录制玩这个游戏啊，就容易出声。哪儿都看起来不像是有路啊，咱就先挑战一下能不能十八分钟通关吧。
哎呀，继续啊，继续。去不去啊？嗯，的确。但他这个房子一定有那种高能事件，就互动了，一定来吓我。来，我怕你，我闭嘴。不是。想说这里为什么有购物车，它都有声音的吗？进屋看看，怎么有人住在这儿啊？窗户是不是有人啊？兄弟们，不小心。我不想去。哇，那边好吵啊！那边是有女鬼还是有个小孩呢？过去看一眼吧，大不了死的。我现在就闭嘴。我闭嘴。电视会自己亮了。
我不想上楼，但还得去看。走。怎么有人呢？有人过去了。我有点受不了了。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。像那个假野子的声音，但是我刚才一时不敢出声，我闭嘴。我们出去吧。我得深呼吸一下，我得缓一下。再来，马上就探索完了，咱们就出去这个屋子。
出去吧。我好累呀、啊。虽然我没有讲话，但是我神经高度紧张，一直闭着嘴，抿着嘴，绷得有点难受。我觉得很好笑，很好笑。好多人都在笑。刚才我的画面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呢。就说吧，这个到游戏后半段一定就会有这样的高能给你频发。我要出声音，这个游戏就要重来。所以你们可能会说你的这个音量检测也没有说那么灵敏呢，那万一声音大一点就要重来呢，尽量所以把声音压低一点啊。真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好，咱们就这么。好，我现在要紧闭我的嘴了，我现在嘴巴好疼，因为一直在紧闭着。是乌鸦掉下来了。
前方高能吧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还有五分钟，加油！这游戏音量确实大，我现在把游戏声音调小了一点点，尽量不要吓到你们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是肉吗？还是树？好笑啊，那个声音就跟耗子叫似的。不过玩到这里啊，我感觉这个游戏不过如此。在这个森林里走啊，都是随机的高能，就还好。到时候出视频的话，我应该会做上后期的高能提醒，但是直播陪我玩的观众就跟我一起受苦被吓吧。就这。这怎么一片大平地呀、啊？
还有三分钟，我感觉这游戏最后一分钟可能会给我来波大的，大家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来吧。我觉得有点好笑。姐的牙口真好，你们这个乌鸦从土里钻出来的。我现在就觉得有点吓人，有点好笑。蜘蛛 Spider， 怎么的，我现在走一步一个高能啊。因为这个游戏的目标只是让我们活过左下角的18分钟，所以不会真的，杀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不会死，放心。停住。就这，怎么又是你啊，姐姐？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把。该看的随机高能都看过了，这都是重复的了，还有一分半就成功了。好好笑。牛逼，牛的，连续两个高能，我没想到，差点没绷住，因为虫子向我爬过来这个事情是还挺吓人的。哎，继续。
什么女高音？这一套延迟下落，都是幻觉。通关了，我能不能大声说话呀？成功，成功！哎呦，我这个嘴闭的，我这个，你就一直往里头抿，我就抿的我好难受啊。但是后面其实你就习惯了，知道吧？麻木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它这个随机功能就那么几个，哎，你都知道它什么套路呀、啊？没有新花样了。最后我们是看到了一个这个啊，这个游戏自己重新开始了。最后我们是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船在那儿倒着在那儿吗？好像是啊，好像是。然后做一个大黑脸又出来，又吓你一下，很经典。但是我们还是值得探索一下，探索什么呢？比如说在机舱的时候，我们听了那个录音，一回头有个回头杀啊，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屋子，哎，那个屋子它有个门都没开，我觉得那个可能找到一把钥匙能开那个门，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惊吓点。这边呢，我就把这个麦克风给它闭了啊，咱们就好好探索一下这个森林，还有什么内容都没看到，咱们就看一下。哎，你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左下角。我们左下角它没有计时哎，啊，就是让我存探索是吧？那它还会不会有那种高能呢？来，咱们听一下这个录音啊，过会回头会有高能，前方高能先告诉你们了。好，这录音听完了，这时候回头会有高能，看有没有啊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哎呦！闭嘴憋着还是难受，说实话，还是叫出来爽。那现在这天应该不会黑了，毕竟左下角计时没计嘛。哦，原来这边有路会指引我往这边走哎，往左走，所以那边是什么呢？反正大家不用担心的一点是什么？我们现在虽然在探索嘛，它不会有随机高能了，它只会有那种事件高能啊，我们互动什么？它可能出一些高能，这哪儿？不是森林里头有这么一个设施，这超市，你不觉得很突兀吗？后室是吧？那不协调。预限空间，不是你这购物车怎么自己还会走呢？未来 AI 控制的是吧？我要能坐进去玩玩就好了。大家应该都坐过这种购物车在那玩。哎，那我们进来超市看看，感觉超市也有高能。我靠，
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臭树里面挂满了尸体？这个尸体是那个我们之前遇到那个女人她挂的吗？应该像是女野人还是女鬼啊？进去看看吧。他们不是裸体吧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……能看他们的脸吗？他没有眼睛，哥们儿。What？ 嗯？我现在在感叹，你知道吧？感叹刚才我黑天的时候没有来到这个超市。我靠，我觉得这个超市好瘆人。得亏现在是白天探索模式。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音效，但是不代表这边会有人，你知道吧？它随便在那放了一些音效在这儿。而且是随机的。嗯，这个门可以开吗？哦，就出来了，还有那种末日感啊，不错。那这个门，我觉得这个门会有光亮。Hello， baby， 就刚刚看了好几次那个大姐那个野人，我想说 Hello， baby， 亲一个。什么声音？干什么玩意儿？这门可能开吗？这个很炫的一个涂鸦厕所，来。咦，这又有个录音，啊，听这个录音，估计又有功能啊。这什么声啊？听起来不像人的声音。这边不会是有什么邪教吧？把这门怎么还自己关？这高科技的门。他说锤子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听不懂。我这出去大概功能，我闭嘴吧啊，我就不叫了。我的 fuck bro， 吓死我了！我靠，真恶心吧？这变异人！哎呦我去！这门怎么自己关上了？一下没出去。那这超市咱们探完了啊，走吧。哎，他转的挺快乐啊。蜘蛛侠 Spider-Man， 所以这就是固定事件高能啊！走，咱该出这个地儿了啊，继续探索。哎，这是一口井啊！我给你打赌，这不会有贞子爬出来吧？有那种彩蛋，那爬出来啊！我是贞子，靠，就这。气泡音是加椰子，哎呀，记错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下贞子有理由来杀我了，你记错我名了，耶，这是，太空人，哇，这个人的脸已经没有肉了啊，完全烂掉，为什么还有太空舱啊？这森林里聚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，邪教、女野人、鬼、太空舱，这能互动吗？要能进去里面玩就好了。进不去啊，估计啊，可能就是说这个森林它有一个什么奇怪的磁场，就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吸引过来了。哎，一个哥们死了吗？在这儿。你好，哎呦，这是一个姐们儿，这是没有脸了，还是把脸给盖上了？可能是他的同伴把他的脸给盖上了。咦？咦？
这是什么？啊，这只猴颈是吧？这都这个颈爬出来了。哎，贞子，原来你真的会从这个颈爬出来呀、啊！我走回这个颈了。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长了一个很奇怪的石头在这儿。啊，能上去吗？这个石头有点怪了吧？平地来一楼梯？那行？我的 fuck！ 为什么会有下楼梯的声音啊？我靠！森林里的楼梯，这是一个怪谈吗？据说好像这是一个怪谈，我不太知道这个怪谈啊。耶！哇哦，这里还有个村子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哇，这地上全是血，搞了个什么邪教仪式嘛？哟，那尸体大哥自己荡秋千呢，搁那，真优雅，闲情雅致。哎呦呵，这挺大阵仗啊！所以说这森林里的这个真是邪教吧？然后你看了一些鬼怪啊什么的，那个都跟这个邪教有关，对吧？确实能召唤点什么东西，什么恶魔啊之类的。咦，太空人，这也有个太空人，所以太空人跟这邪教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？看这场景啊，有点像那个逃生，有没有？虽然好像我也没怎么正儿八经玩过逃生。哎，稻草人儿，一看到稻草人我就想起很多，亲啊，这个都市传说啊，恐怖游戏，恐怖电影啊，也有稻草人的。看这小屋子吧，耶，高科技，知道我来了，给我开了灯，真客气吧？他是不是里面还给我整沏了一壶茶？进屋。Hello, baby。哥们儿，开个门。哎，你咋不开门啊？你这个不喜欢我，他不让我进呢。我怀疑是应该有把钥匙在那个厂子里，我去找找。爷，这什么？哎，那不那个大船吗？来来来，这地下都不是水，你看这些都是土，那船怎么能到这位置的呀？海里说这个森林里有神奇的力量，能把这个海里的大船直接给转到这儿，巨牛。这船好像上不去，围着这船绕一圈。哎呦呵，这边哟。能到这儿来了，嗯，他这船不给上了，得，你这船咱们离开吧。啥呀？这是个亭子吗？嗯？这难不成是个坟？这什么？这个建筑，这什么建筑啊？哎，这小镇。哟，去看看。哟，居然是个墓，这能推开吗？推不开，我好像是个盗墓的呀。嗯，你看这墓地。得，我们又探索到新内容了。哎，这不贞子吗？哎呀呀，艳艳的爬行，怎么这里又有一个井啊？这个井和我之前看的那个井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样。呀，你这有好几个分布啊，贞子。
我靠，这什么 ？What the fuck？ 这个诡异的角度是什么情况？这又是个新内容。嗨，宝贝儿。哎，我哎，这我穿他身子了。他长什么样看不清，没有脸好像。他看一下，他仰望星空。来，我和你一起仰望同一片星空，是不是很浪漫？你在看什么？这树是你种的，你太牛了。我靠！他们怎么？我操！我怎么一转头这人都变了呢？人越来越多了。挺好玩的啊，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内容了。怎么又有一口井啊？你这个贞子在这里怎么在这个森林里有三个家呀？真是富婆吧？搞得这个贞子像那个土拨鼠，你们懂吗？就各处安了一个洞，没事从这儿钻出来，没事从那儿钻出来一下。那这个游戏我探索了很久了啊，然后我也没什么新内容了。你像有一些房间的门呢，我以为是找钥匙，结果也没有钥匙，根本就进不去。不过这个游戏本身它就是一个尖叫挑战嘛，啊，给大家看了其他场景也够了，其实也没什么剧情。那关于这个游戏呢，有什么想法呢，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区留言啊。那么我是霍尔达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